比赛终于来到了最精彩的最终回合。在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天气状况之下，球道也因为下过雨之后变得更有挑战性。考验选手的实力和观察力之余，更重要的是选择球感的判断力。究竟谁能够在最后冲出黑马，逆转局势呢？马上有请专业球评为我们带来最终回合的冠军争霸战。好的，我们赶紧进入2014年有机造漆红牌，尤其长春公开赛的第三天赛程，则在第六洞的三杆洞，于景汉的开球。哇，漂亮！这个球借用左边的侧坡，这场比赛由我 Nick 林瑞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接着是潘义庆的开球，同样也是瞄旗杆左边。不，这个球是有点往左边转啊、哦，这个有点高打低的这个三杆洞，在这边也算是一个特色洞啊、哦。跳第十洞这个 par five， 沈宗贤的开球，对不起，应该是在球道上的第二杆。哇，好球！这个第十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五杆洞后面那个池塘，你开球的时候其实要小心会下雪，但是在 T 台上你看不到。保利受教，这个是第三杆哦，打的是黄色的高尔夫球。哇，进了后面的一个喷水罐的洞哦。高雄球场大概都是国领高级，那都要预留一些滚动空间，没有办法打到位，打到位都跳出去哦。廖松成，刚第六洞那个 pass three， 哇，好球，下坡球，硬是推进哦，非常高兴，球员都别着黄丝带，当然是悼念这个高雄气爆事件哦，刚好也在球赛举办的同一周哦，哦，大家在这洞都这么厉害哦。好球，哈哈，真的是好球。杜锦峰目前正八杆，啊，可惜可惜，路线对了。哇，这洞差点，如果他再进呢？于景汉刚那个。好像在听牌的 bird chance， 就是这一球还是必须要进的。如果是比动赛，这只是 for tie 因为这组有两个人已经抓 bird 了，除了杜锦峰，所以四个人有三个人抓鸟，不得了哦。许纯士在第十洞国岭边缘直接推杆。哇，可惜上坡可能力道加的多一点，也没出现转折。法律受教刚没有 on green， over green 回切一定是下坡，不过这个球，哇，哎，他的小黄非常的听话哦，太棒了，哦，原来是心情大好，这个小事情。沈宗贤是现在长春 PGA 巡回赛的理事长，他的主要基地是在台北球场。这球回推下坡，但速度没那么快哦。永记造漆的这个红牌，尤其长春公开赛在2012年就有举办，那时候是加入亚太长春巡回赛，那一届的冠军就是汪德昌。王德昌在这个比赛呢，今年也是表现得很好啊。哇，这个下坡推多抓了。刚刚讲到黄丝带啊，那大会也准备把150万台币的总奖金呢，捐一成出去呢，给这个高雄市政府啊，来做
这个气爆事件的救助金。在这个场地啊，其实你要赶推，因为它果岭速度毕竟没那么快啊，但是坡度起伏大，所以有时候你看着你知道慢，可是你又下不了手。沈东贤这我怕了下不对，哦，刚刚好掉进去啊。沈东贤这个当过我们 TPGA 的理事长，现在又当这个长春 PGA 的理事长啊。许天来他们家一门三姐啊，父亲许锡山亚巡赛的这个总冠军啊，拿了非常多次。那许天来现在是一个高球名师，当然他也打比赛。那他的儿子许家人，所以他们从爷爷、父亲、儿子全部都是 pro。沈东贤，十一洞，在果岭边缘。转折的还是大，那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果岭表面其实整理的蛮不错的。以高雄球场这老球场来讲，这 condition 算是好的。许纯士在这边同一个洞，应该是左到右。哇，少抓了一点。在台湾现在其实当年叱咤风云的亚巡赛那些名将现在大概都在打长春巡回赛居多了，所以看长春巡回赛你可以看到当年我们一些名将都在这里面。哇，好球。这个小黄从上个洞从果岭后方切进 birdie， 那这一洞呢又救了一个 par。彭成群 Nice par。 高雄球场它本身的地是起伏相当大，而且它球道啊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左右狗腿，所以打起来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刚好有几个球员在这边特别会赢球，可能是像是汪德昌啦，或者是正规组的这个 PGA 的这个林文堂，这行是他们的主场一样。再回到第六洞，许天来刚刚不错的开球，看看他这个 birdie。 可惜了，还是转掉啊。大家大概应该可以听到我们的收音哦，他这个球还是要敲一下的感觉才到得了。当然转折大啊，有时候力道不够，他就很明显的先转掉。第一洞也是五杆洞啊，这个高雄球场第一跟第十都是。那吕文德在第一洞这边第三杆，他自称是高尔夫的公务员，所以不比赛他大概每天也要练球八小时。他说人家办公室八小时，我就球场八小时。这球上来稍微点 over 七杆了，谢景生，哦，今天表现不错，目前为止 two under。哇，这球可惜，这个球场的果岭特性就是咬不住，你要预留空间。但是常常因为你是低打高，所以码数上你都会加足，一上去之后也不见得停得住哦。哇，这个是重炮手林基祥转入长春了，但他的距离跟一般组的还是非常的有的拼哦。这球稍微点拉左哦。大家都带着毛巾，因为在南台湾比赛啊，就是一个天气好，有时候好的太多，这个北部下来球员不见得适应得了。谢景生在果岭后方这个 chip and run， 稍微大一点，不过他的想法应该是说过旗杆，等一下回推往上。谢景生在长春巡回赛也相当有竞争力啊，当然他在当年也是打日巡赛的一个主将。吕文德当然是以亚巡赛为主，
亚巡赛也是相当有成就，拿过我们的三商名人赛的冠军，澳门公开赛的冠军。这是地主球员张宏达，已经是当阿公了，但是看不出来哦，这个身材从背后看像个年轻人。好，王德昌目前的领先者，哎，推杆就是厉害哦。儿子汪聪杰现在也是当 Pro 哦。哇，王德昌现在主要的这个平常时间是在上海，在教球。当然，台湾有比赛，就是回来参加比赛。哇，可惜这个球可能想要用惯的哦，偏差掉了。这三名都是名将哦，宇文德、谢景生、汪德昌。没问题，这球顺利收下。宇文德平常的切退是练得非常彻底，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本赛事是由红牌油漆赞助播出。